是坐龙哥的船。今天玩不一样的啊。对，今天是跟龙哥出来钓灰灰，白腹鲸鱼，而且听说蛮大只的。有公斤级的。哎、欸，有公斤级的，然后艾拉姑也有公斤级的。我不求了，有就好。对对对，今天求不归啦，因为今天等下不收上龟。算了，算了，外道鱼，外道鱼，外道鱼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今天我们初次体验渔业钓法的灰灰，跟月秀的小刀刀不太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人家专门在钓量的那一种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一次就十门下去。对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会藏几次。我觉得今天整团都我们两个人嘛，我看我们今天藏几次。我觉得应该不好说，应该会藏到呼天抢地，因为上来一次就打一次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用过，没有在起鱼过。对对对，我到底怎么起鱼啊？石门呢、欸？应该跟你钓下塘一样意思啦，就先牵进来，然后先拉进来，慢慢拉上来。对，一等下拉上来，拉上来都在解。啊，熟能生巧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每个人都有第一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第一次的笨拙是正常。你趴几次就会了。对啦，然后趴晚会的时候就收竿回去。收竿了，下次再来。好，那我们大概水路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等到了之后我们就钓它。老谢的生活日常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看一下这个精美的线柱，十勾而已，小意思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勾哎。是来练解线，十勾怎么弄啊？而且它那勾跟勾的间距蛮大的，40公分。不知道哎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间距要那么大，还是因为这样搜寻的泳程比较短，有可能。因为这种专业的线组还是第一次用。对，而且阳春哎。对。对啊，这个。它就是绿色跟红色，然后塑胶，然后塑胶片，塑胶片就这样而已。这鱼会吃哦，铁板鱼都要吃了。可是，对，那真的很阳春哎。我们用那个鱼皮钩做的还比较精细，太鱼皮钩太华丽。以后传统鱼都是简单的鱼苗，以后我们就这样用就好。买什么鱼皮钩？没有，听我讲到老师网上，网上要验光。我可以绑夜光啊，我会绑地吗？不要哈，我还是买现成的。啊，快到了啦，龙哥已经在找鱼了。鱼蛙有了，是不是？有，桥底有鱼哦。桥底，我们钓红竿了。哎，你这只竿钓得了2斤的铁条吗？我爸说他钓过3斤，可是那120号的，我不知道他怎么骗我，但我钓傻傻带出了。我今天看会不会断竿。对对对，今天看台客能不能在海上断竿。给一声掉下去，哇！没关系，这边流出去啊。精彩精彩，你不要连我的电卷都下去。这边这段都不会断的，你就断前面了。哦，那还行，那还行。好，我们来看台客表演断竿。停船了，停船了。开始准备我们的装备啊，2斤铁条，从母蟹开始吧。一勾一勾吧。哦，赶紧看看，有够软。啊，18点。
机密起来。龙哥说有就接走。啊，有接走，说没有的话叫你再起来。我是跟我趴在一起。不会往我这边跑。收到八十。再重复这个动作，是不是？我收不起来呢。嗯？没电。九趴，我是不是中了？啊，断了，断了，被剪走了，被剪掉了，哇，第一杆就被剪了，哎，被气功剪断了，妖叔，我在下吗？对，在下。太扯了啦，第一杆就断，气姑。哈哈哈，老练的剪啊。啊，很小哎，绑线绑线。第一杆就被剪了，我们现在下第二杆，台哥调皮啊。哎呀，多鬼人，鬼龙哥。刚台哥到底中什么？还在抖，还在抖，还在抖。等台哥上来，我们再下杆。哇，有了有了，换我换我，几米啊？130，刚刚几米中的？100多。150了，160。过外了。电啊，哦。
手卷是怎样？不可能！收到我的啦！放皮呀！来！哇！假的。
跳过来嘞。到港了，哇，好早啊！对，啊，会咬，就是会咬，不会咬，再拗也没用，再拗也没有用，对啊。只要下雨天，钓起来不舒服。而且我已经400米细八米开启，哎呀，姑，你这辈子最痛恨的鱼，真的，哎呀，姑，我才刚上完线嘞，可以吃它就算了，做钓起来又不能吃。没有，我都没钓起来。他把我线咬断，我怎么钓？我有钓起来了。你有钓到啊？一直串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钓到野拉姑。来看一下，今天钓多少？其实我们实际钓大概2个小时，断断续续。差不多。因为要找鱼啊什么之类的。对。20几只有、哦。有吗？大概算一下。有20只，有20只，还蛮大，都肥耶。对，都肥肥的。我小时候丢活山的了。白腹鲸鱼的，就是这个，这超好吃。我这会咬，我大概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就满了。差不多。我们今天才钓大概2个小时的，不错的啦，这个咬块够吃就好，好不好？说第一次体验一下，体验南方澳这边的钓法。对，蛮好玩的。不要回来，姑都很好玩。对，真的。我看那个线哦。要再找时间再去踩，再去上线。剩400米啊，我本来就400米，然后再去上800米啊，结果现在又咬到剩400米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好玩就好，够吃就好。真的。那想要加入老谢频道的小股东，请看下面加入。想要加入我小妹妹集团的，去他那边加入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